我昨天画的那个头像，大家都以为我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戳中我笑点了，就是嫁个好人就可以，晓得？真的搞笑，这谁的口吻？特别可爱，晓得？你看，海水污染会造成精神异常。他们是摔死的。对。追光，不要追光，不要追光，我不要追光，我要追光。两位追光老师追着那个，关掉，关掉。你咋了？我要这条。你打结啊？这可好。这个花是我特地麻烦姐姐定制的花篮，集合了那天花店所有的礼物，也感谢大家因为一种颜色而聚集在这里，成为这美丽的风景。谁写的？这是花店的时候老爷给我写的。哦呦！哇，你这身好富贵啊，真丝的吗？不知道，是阿信。啊，那肯定是真丝的。买一个蚕宝宝，一盒什么什么的。好恶心哦。现织的。也就是沈梦瑶这发际线制 ，OK 那个吹风机了。结束了，风采结束。稍等，拜拜。好。你放好了。楼梯，放上去。那我就在这后头。哇，这下面也有花。哇，你有好多花哦！对，这个是刚刚库总送我的，这个下面是谁送的？哦，可能是道具。我这个不敢用，但我家这个是我的喵宝宝们送的。啊，好可爱啊！啊，真的好可爱啊！这个，然后这个从一个一个脚印，哦，真的是。但是真有意义，一个一个脚印，哎，能吃吗？这个？哎，这是啊，这个脚印，这个楼梯是稳的。然后到四十九米，到十六米。第四名，哎，怎么没有第三名？啊，在这儿啊！第一名，哇，好有意义哦！嗯，我给你拍张照吧。哦，这是假的呀？这是翻糖的。啊，能吃吗？啊，这上面还有那个，这个是哦，的第一哦，真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还有个65，我忘记了，对不起大家，我忘记我自己，这里还有个65，一个，两个，49比它有意义了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亮，亮亮亮，老铁亮亮亮亮亮亮哦，喜欢的老铁们记得关注我们的 SH 播电子官博 SH 播电视，梦瑶给我们点个赞哦，老铁们。那个角色里的那个角色，超厉害的，好像我们相信自己。好的，好吗？谢谢你，对，让我知道了沈梦瑶这三个字，明星的方式活着。我不是搞笑，我刘海调节。我行，100个蛙跳开始。
哎呦，特地为他做的，又是你手工制作，这个破茧的蝴蝶，哇，这合理吗？可以，哎，跳了拍了三下，出来了耶！我本来就有一丢丢，哇，好明显啊！不是，抖音不走，哈哈哈哈哈！看看，太大劲了。啊，先来录个开场吧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沈梦瑶的生日公演，不，生日会。大家来公司干嘛？生日会，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里，上次做女人，这次做男人。精彩不停。这次我上次做女人，这次做男人。我两次做男人。哎呦。可是你收到的那个毛衣是男人。啊，是的。哇，真的。什么样的音乐会认可了谁谁是男人？真棒！不要到位了吗？到位了。我们其实飞了好几次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，是特别是。是不是七点就到位了？到位了，到位了。那个伴舞也都带了是吧？是的，是的，都带了，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准备开始了。你笑得好慈祥，慈祥，真的，就他一脸孩子长大，对，能够出来舞蹈一夜，你的脚也太脏了吧？那没办法，我们要叫他上台。那你不要在台下就踩这么脏了。要不然在跳舞练，该带着拖鞋来了。最初的梦还在追。
在心里的石头坚定掉地上。还有明天呢？还有明天呢？明天的今天晚上再骑行。明天，你紧张吗？我现在没考虑。其实我觉得他今天应该是吧？没有事。你是什么丹妮小青青？对，记录你们俩的美好生活。记录你们两个的美好生活。嗯，美好生活从你开始。还有，那我明天还得跟你一起走。对，来不及，我打车去。上次安排一块晚上去，他要闹着去。发现他们不看，那我要带化妆包走。他们已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了，他们不看镜头，完全没有注意我们。这每次拍他们就很讨厌，就是不看镜头。不能打扰人家了，真是的。你为什么后退？很帅的一个吻，今天就是说阿星好知道怎么跟镜头互动。这就是 vlog 博主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耶！哈喽哈喽，大家好。沈梦瑶的那个生日会的非常不错。大家好，谢谢大家来看沈梦瑶的生日，请坐坐惯性踏吧。我看看我还能不能来得及去公演。啊，你两首歌都没跳呢。快点快点。他们还要再进行游戏环节。拜拜，哇！股神伴你，保佑我一会儿不要跳错。好的。哎，保佑我一下，保佑我一下。什么大型传教现场？谢谢，谢谢，明年会来还愿。
就冷冷的，我靠近你，整个地丧失停留的勇气，就不舍得，却想好你，还在这放逐存留的香气，进入梦乡，在这睡吧，整个世界变成了花。